的天哪，这难道就是青春吗？近日网友分享了自己跳舞时突然有个男生加入的视频，引发了网友们热烈的讨论。谁懂啊，这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，背着书包，穿着校服，最朴素的出场方式，跳着最帅的舞，果然帅是一种感觉，小姐姐又美又飒，他们一起默契十足，青春果然是最美好的瞬间，感觉身体都回暖了。刚开始看呢，本来以为只是女生简单的跳舞视频，没想到在音乐快到高潮时，突然有个男生闯了进来，两人相视一笑以后没有任何停顿，一起跳起来，动作整齐划一又默契十足，在青春的时光里肆意舞蹈，氛围感拉满，瞬间感觉所有的偶像剧都弱爆了。随着音乐渐渐变小，男生打招呼离开，一切都那么完美契合，感觉自由热烈的青春又回来了。每个人的青春都不一样，起舞和不曾起舞的平凡日子都是对青春的诠释。祝我们永远年轻，永远热烈。不过看得我也好想跳舞啊，这么默契的伙伴上哪儿去找呢？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。